便宜的住宅大楼会在哪呢？很可能在高雄的甲仙哦，一坪只要4800。位于甲仙的这栋住宅大楼卖出每坪4800元的超低价格，堪称全台最便宜。我家门前有小河，后面有山坡。甲仙班芝浦溪畔这一栋屋龄26年的电梯大楼，110年2月在7楼62.6坪，售价30万元，换算下来1坪4800元。不过当时住民修缮费自理，住户说这一户抵押品拍卖才特别便宜，其他待售户目前正常价格是1坪5万元。面山面河景的9坪阳台套房，求售50万左右，和26年前刚盖好的120万价差有2倍多。这一户3房2厅，约55坪，要卖220万元，一坪约4.4万元。除了便宜，住户说这里有全台最低管理费，管理费每坪30元，对，最便宜，台湾找不到这么便宜的管理费。这栋大楼位于甲仙大桥附近，离区公所250公尺。88风灾甲仙大桥段，大楼也在当时的画面中，离溪流只隔一条马路。多年前也发生过溪水暴涨、马路坍塌、交通不便，也成为当地房价不高的原因。在这里太山上了，就是好像也没有到很方便，生活机能有不方便的地方，土地也比较便宜，所以基本上住大楼的人的喜好程度会更低了。除了人口流失，当地人需求多为透天厝。大楼共129户，有一半入住率都是来工作的老师、公务员居多，但一坪最低4800元就能入手，让许多人观望。若是有钱买一户景观度假宅，似乎也是不错的选择。三雄黄志忠。